你好，Justin。我想邀请你来我的生日会。哦，生日会什么时候开？2012年1月4号。你生日会在哪儿开？生日会在我家。生日会来了多少人开？两个朋友和我妈妈和我大姨。生日会几点开始？几点？从12点到5点。生日会我们吃吗？我们吃寿桃、包子、古老肉、寿面和生日蛋糕。哦，我爱寿桃。好，你怎么来的？我走路。想要什么礼物？你有多少钱？20块钱。很好，我想一个布兰特，布兰特很便宜，10块钱。OK， 我去买布兰特，再见。再见。请进，欢迎我家。你好 ，Nick。你好。等一下，维杰克。是谁？哦，请进，欢迎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你的邀请信。哦，谢谢。我们在策划你的生日会。Justin， 生日蛋糕是很好吃。哦，谢谢，我妈妈自己做的。真的吗 ，Jack？ 我以为寿桃比蛋糕很好。Justin， 这是你的礼物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Justin。哦，谢谢。Justin， 我也给你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哦，没问题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哦 ，Justin， 我不知道。你的大姨从台湾来这儿了吗？她来了。她在哪儿？她和我妈妈去买东西。她什么时候来的？她昨天11点来的。我可以看她。No， 她不喜欢你。哦、Justin， 你音乐比我音乐好听多了。真的啊，我英语比你的英语很一样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我吃太多了，我有肚子疼。你的厕所在哪儿？我的厕所在第二楼，我的卧室的对面。哦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不是。哦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可是我。那很多肚子，肚子，因为我不舒服，所以我得回家。我也得回我的家。哦，真的啊，明天见。再见。祝你生日快乐，Justin。祝你生日快乐。